我们看看这一箱开开心心的旧衣服在美国二手店可以卖多少钱。今天呢，我们要把开开心心的一些旧衣服拿去卖了换钱。然后这些我觉得成色还不错的呢，开开心心外婆买的这些比较不错的呢，我就打算去整理把它卖掉，这样开开心心的就会得到一笔钱。这个钱呢之后呢我会让他们自己来安排分配去买一些什么东西，都是挺好的。看这个是前年买的吧，但是现在已经穿不下了，但是都是很好，基本上没怎么穿过的，而且开开心心的也很开心，这样他们会额外得到一笔钱，他们可以自由去支配买一些自己喜欢的玩具。这里一箱呢是我跟开心爸爸的一些旧衣服，这个我们直接拿去捐掉。哎呀，你一个人就抱起来了呀，确实不重哈。哎，那个是爹地妈咪的，那个你抱不动，星星你跟开开一起抱吧。有没有胶？要不要妈咪帮忙？No. OK. 真棒。之前呢，我们带开开心心也在美国的商店卖过一次，一大箱的衣服和鞋子，其实也就卖了$20多，它是卖不上什么价的。但是开开心心呢，对于自己穿过的衣服和鞋子呢，是很舍不得扔掉的，所以我就想到了这个办法。虽然说它卖不上什么钱，但是这个钱可以让他们自由支配。Once upon a child. Where are we going? We're going to sell clothes. Babe, is there anything you want for your birthday? Just buy me flowers. Yes. That's it? Yeah. Kakawa, 不要给我买菊花就行。Kakawa, 哎，怎么开着开着上高速了？我们就去卖个衣服呀。There's two different ways. Two different ways. 大上课。啊，到了啊，下车了啊，戴好口罩。Thank you. 好了，我们先走吧，要等一个半小时，我们一会儿再来看。1.5 hours. Let's go. 你要带我去哪里，开心爸爸？ We have some papa. 奶茶呀？ Yes, you never want it. You never like no. Every time I tell you no. 太胖人了嘛，所以我才 no 啊，开开心心又喝不了奶茶。There's smoothie. OK, 那你请客啊。你不是说带我喝奶茶的吗？这里又怎么带这里来了呢？哦，小乌龟呀，小乌龟！哎呀，走得很慢很慢，对不对 ？Adoption， 领养。哦。Come here. Meow. 好哦。哦，那只猫猫好漂亮啊，红色的眼睛哎。小猫猫，它在看什么？哇，亲亲的猫啊 ，one is four years. They have to go together. This one is 4 years old, right? 这个看起来比较紧张，好像有一只眼睛不好了，比较紧张，可能比较害怕。走了啊，一个一个打过招呼了。星星把口罩戴好。哦，喜欢妈妈，很可爱，对不对？这下你总要带我喝奶茶了吧？哎呦，这是一个韩国餐厅。哎 ，How about we go sit outside? You order. No, look at what you want to order from. Oh, okay. 哦，这奶茶还挺多的，不错不错。你在家吃了饭，又吃了面，你怎么可能会饿呢？那就给你点一个 strawberry 的饮料，好不好？好喝，味道不错。凯凯，你的西瓜汁好喝吗？我们现在还要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然后我们准备去这个附近的一个商场去转一圈，因为下个星期一呢，开开心心要穿睡衣去学校，是他们学校专门弄的一个睡衣主题。然后开开心心的睡衣呢还是短袖短裤的，现在穿有点凉了，我得去买一个长袖的。爸爸，开心爸爸，Thank you， 很好喝。爸爸，谢谢爸爸。Yes. 爸爸这句，爸爸谢了，爸爸谢了。万圣节商店，你是故意带我们来这边的吧？对不起哦，我们一会儿回去拿，他会打电话给我们的，好吗？踩上去。啊，
呦，胆子真大呀！哎呀妈呀，开开，这谁呀？你是开开还是星星啊？啊？好玩吧？开心吧？这是拿钱。没可以拿钱的，我们还要买个睡衣，还没打电话来呢啊！打电话来我们就去拿钱。开开心心，妈咪可以欺负爸爸。欺负？嗯，看好了啊，看好了啊，你别跑啊！嗯，可以，这个睡衣可以。皮卡丘。Not too tall. Yes, too tall. But tummy get here. 肚子露出来了。开开拿八号，欣欣拿六号，行了，去结账吧。Daddy, don't come out, and no one bring you out. 啊！欺负到了。对，你这爸爸。妈咪，爸爸这里痛，胸痛，因为爸爸前几天 work out， 练肌肉了。不是，星星不是这里，是这里也痛吧？这里不痛啊？这里。现在呢，我们已经买好了睡衣，正好那边也打电话给我们说可以去拿衣服了。我们马上就能知道可以卖多少钱了。Those for three items, yes. Just three items? Yes, ma'am.$4 something. That's all you guys get. 开开心心啊！你们去跟你们的衣服说拜拜，说 thank you. Say thank you. 卖了3块多钱。一个。就卖了两件 T 恤，两件衬衫。这里的衣服就卖不掉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他们不收。哇 ，Why？ 这个滑雪裤很好的呀，都不收。这是我妈在国内买的一个牌子。这一件衣服只一美金都不值啊，几十美分，我就拿出来了，不卖了。嗯，你说。You can follow me now. 嗯哼，你要什么 ？No, Daddy already said no. 哦，那你看一下你钱够不够？这个多少钱 ？It's $35. 这个。这个是干嘛？你钱不够啊。这是不是星星？星星的钱加起来也不够。你还把我们取掉。要不我们回去再多存一点钱，好不好？你要把钱藏哪里啊？那个在楼上。OK OK， 藏你自己房间去，好不好 ？Give me my money。星星真大方，拿了几个钢镚就满足了。开开是吧？开开钢镚也不要了，对不对？开开，你那里拿了3块钱，星星只拿了几十分。今天算是挺大费周章的，结果就只买了两件那个衬衫，卖了$3.7，如果加上那一件，就是羽绒服小背心的话是$4.3，也就是说那件羽绒服小背心只值60美分，然后我就没卖，我觉得60美分太便宜了，那个是开心外婆在国内特地挑选给他们的，所以我觉得留着吧，也算是也挺有纪念价值的，反正肯定是不止60美分，拿个3块多钱开开心心也已经很开心了，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已经达到了，现在呢我们要去把我跟开心爸爸的衣服去那里捐掉。就是鞋子衣服都可以在这里。哎呀，这里还要一个小朋友的鞋子，可能是没有扔得进去。在那边捐衣服呢，需要把所有的衣服都放在袋子里，但是我们今天呢就拿了一个大箱子，那等下一次我知道了，就是把衣服都放在袋子里之后呢，我再过来啊。今天一圈这样逛下来呢，现在已经下午6点了，然后我们也没有时间做饭了，因为现在家里都是我做饭，然后因为来不及了，所以我们就买了点麦当劳。婆婆也喜欢吃，她喜欢吃那个鱼的汉堡，我们也给她买了。开开心心也吃了，吃了 Happy Meal 对吧？我们今天就简单吃一顿吧。婆婆来了之后呢，我们基本上很少很少再吃快餐了，所以今天也难得吃一顿。开开 ，You want to spend $1 to get mommy a birthday card? Yes. 星星 ，What about you? You want to spend $1 to get mommy something?
今天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小失望的，因为就只卖了两件 T 恤，那么多那么好看的衣服都没能给卖掉。不过也没有关系，重点呢是不管它能卖多少，重点开开心心呢，他们觉得3块钱对他们来说意义不只是那3块钱的事情。我要给开心爸爸去按摩一下了，他这个胸口运动的确实挺难受的。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